trust nothing but your strength. Hi, 葡萄。I decide what the tide will bring. 嘿嘿，好久不见。真的。Hi, 葡萄。滚。好久不见。滚。嗯，我想想啊，就这样吧。烦嘞，到底为什么？为什么我杀了十二个人十六次，我的积分还是输呢？问你的队友。哈，这个真的是很无解啊！对吧？那我说。干，今天手气真好，他妈准备三连胜了，然后就断掉了。最后一胜都会很难打、啊。没有没有，那不是打波，那只是赚分数。哦。是对面，呵呵，嗯，笑，叫，开始啦，走啦，笑啊，卡里。Welcome to the Howling Abyss。对面什么菜啊？他要被我打穿了吗？我抓捞。他大概觉得你带错了吧，然后呢在打你。这个是现在没打。都没有中，对不起，超中了，你要死了。哎哎，难吃啊！我的他妈技能都没点，就先打我。他头板杀，地化空。对吧？对，抓中。我要被拉进去。行啦，打我啊！哎，我刚才调我快打的东西，妈的，转换被跑去看我弟弟拉了。我看你一个战斗机。对啊。你打我，拿火炸了。我看你这边不动。中！爸，还敢拉我啊！哦，这是拉小兵，他被拉进去。啊，他不是盾改掉了吗？怎么还有盾？那不是真的。有啊，还有盾啊，他少了一半，原本的一半，然后他盾还是靠现在魔力去算，来吧，他以前是算整条魔力，他现在是看现在魔力。哎、欸，这样还不赖，我这个我去，拜拜。哎，干，好、哦、白痴啊、哦！再战。哦哟，哟，哦哟。哦哟！哦
有什么的。你们可以这样子犯规的吗？就趁人家不在的这么偷啦，有什么光明正大、啊？二杀手将飞掉了。对，就我觉得飞掉了。我之前玩了一场，就有点废。他变成不能弹。干嘛又改动？他就算不改，没有人要玩的意思啊。对啊，比赛还是会看到他。那之前是把我当白痴啊，他拉我都只是我不在好不好？管他死。那你再说就不要被拉到。来啊，白痴才被拉到。啊，你看这，这波比挡得真好、啊。哎掉了！哇，掉了地啦！干可恶，他怎么吃金牌？该死！哦，他出 AD 呢，他应该是靠不赢。起啊！泼水，能打。哎。休息啊，休息啊，耶，开心！可恶，超哥金牌我就下死。感觉，知道那个真的很厉害。啊，再拉不到。嗯，花石再见了。他干嘛不直接吹大招？还是白痴是吗？对啊，多加一个闪，再多按一个大，那个真的是白痴。去爆 kill， 可以啊，画短 kill。砍哪里呀、啊？砍哪里呀、啊？我拉了，我操！他不拿鞭子，泼他水。大家都不打，那我去后面休息。妈的，在那边滑鼠点点点，好累。要打了吗？没有。打，休息。别拉就会打了。对啊。敢周周我突变他们才打，要卡我啦！想要被拉是不是啊，白痴？
杀不掉的呀，你在想什么？而且还关错了，白痴呀！跟着真打，好吧，你看，他没闪。这跟打边了都很酷。哦，又可以打架了，我这个我喜欢。啊！敢被打起来了，可恶！我水，再拖，这样。恭喜你加入我们死亡的行列。啊！那有谁说狂暴力量可以赶快出真的武功？还要再多一把神剑才可以唬我。我要去出长剑，感觉长剑合手啊，真的不懂。师傅在卖掉。自己宣告。哦，哎，可是还是要自己宣告吗？这个人我是真不知道。我战就不错。二三是触发那个的，应该是用。耶，拿人头，再抢一个，我好贱啊，再抢第三个，可恶！哎呀，可恶！干嘛？我被屠杀啦！那。后宅主屠杀我，下次就没那么好了。好像也要结束了，根本就不需要了，应该就结束了。该结束了吧？差不多了。等等我，我也想要入镜头。等等我，可恶！耶，有拉拉葡萄就会胜利。真的，是不败的迹象。应该吧，干，结果二杀四输出这么高，好扯哦！啊，银牌的输出也那么快，太厉害，输给你。走喽！好啊！The rivers will run red.哎，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什么东西？交通。哎，有血鬼。
吸血鬼。提高的。那个塞一个布朗姆钱不拿起。吸血鬼要带萨梅，为什么？光辉披风，卓越好了。哦，雕琢，还要吸定神血吗？先不用。那就是这个再加这个，然后再这个，然后再这个，好，讲完了。行。完全听不懂。对，你只听到这个这个那个那一个，然后我就听完。我今天去上班，哎，站炸台，炸了好多薯条跟鸡块。你做啥、啊？摩斯啊。欸，摩斯汉堡很贵，可是真的很好吃，我超喜欢吃。对啊，我今天一直炸那个鸡块。那你们有没有员工半价的？我是员工价是有打折啊。啊？一定有员工价啊，对啊。那你可以用你的员工价买一个米汉堡给我吗？Mic off. Mic on. 好了，也是可以的。哦，蚊子，蚊子。我、哦、先打蚊子，咬他咬他，咬了咬了，他被我噼啪电死了，该死！有人打扰我睡觉，还有今天上班的时候直接度孤在我的录影机前。上班睡觉是一件很缺德的事情，不过我干缺德的事情，就是有人害我这样子，所以不能怪我，要怪那个害我干这种缺德事情的人。好。的动物，那是昆虫。哦，的昆虫。对，那是昆虫，不是动物。该死。哇，我好绿哦，整身都是绿的，装备也是绿的。等我，我也要玩 game。可恶，没有玩 game 到，你赶快等来，就过来，小骚货。哎，我该死了！我回血。不见了，他现在关了。桌子底下没有女人，但是有蚊子。靠，攻杀了。
嘛，废物！你走进去，他们就会出来。对。啊，要我用血池 battle 是吗？不行，我血池是留来杀人的。不干这种龌龊的事情。我会变成长带。他出来了，有个 AD 干了一个很白目的事情，就这样开战了。哎，狼虎再见。打宝丢啊！不是。啊，铜闪，开门闪。不保留啊！知道杀谁了吧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要杀。大家都装傻装死。啊，秀端金，我他妈更大颗啊！开玩笑。逃哦，要灭船喽！舔不到，快逃哦！看到人死就赶快跑哦，先跑那里。干啥呢？那个声音也是想堵我屁眼的。嗨啦啦！嗨，早安。早安，我要走了。大片，哎，没事。好，我快撤退。爷爷，拜拜。拜拜。啦啦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葡萄，拜拜。拜拜。吃吃吃，我死。啊，你打。嗯。嗯。我估计一定要减20%了，真不快。攻！感觉被震的剑气打到会缓住啊！金花扇。过瘾吗？现在来造什么东西？人的我，你就没玩啊？那个人是完胜的、啊。你不乖，那换我过去哦。啊，没丢到，没丢到，看看。哦，没事，被他妈打了。哎，他针对我，哎，他直接给我出那个鸟东西。直接叫这个来，他有病是吗？他真厉害耶！彗星球的，哎呦，这么会守的吗？是有没有要开战啊？真的无聊。啊、哦，要开了，要开了 ，A 那边是吧？Happy
这个骗我闪现的，我看到了。我活着。他很气哦，只要杀我，只是秀你一个专精而已，你不要这么，你在讲话，友善包容啊。啊，我就能这样子。紫帽，这边会不会有黑骑士啊？当然有黑骑士，那我先做黑骑士。干嘛？嗨，快！咚。咚咚，给我一只给我吸一下。啊啊，什么事？被炸死了，应该说被炸回来。哦，勇敢哦。喂，哪里？百胜必中。完蛋啦，要凉啦。怎么又跑进来 ？Hello, Mr. Yi Shuai。在吗？哦，哎，是你进来的呢。怎么？来救我呗。安全。Oh, are you lonely? I can help you. 那边到底在怕啥啊？明明就有饭，还能怕？我已经懂得比较死胖了。在打什么啊？狼母。来了，伤害发太多了吧？靠！游戏的，放我！来了。哎，不急啊！我不知道你。Execute。活动啊！他每个礼拜都有活动。对啊。我今天拿到什么？免费脑浆。他是女妹。一个。平时还一个十加药水。好。好。
箱子多到我不想要了，可以给我钥匙就好了。他有给你钥匙啊？太少了、啊。你每天上线，一个月至少会一把吧？好。有破口了，电梯不是反的，哇，这个他怎么不敢打，往前顶啊，招都丢我就要该打，Penta kill. Penta kill. Ace. 飞起来了。就我们两个相持啊，拿块小兵。破到爆！再会啦，先闪肉。换头哦！啊！竟然杀我啊！冷。你妈！靠！哼，真是。谁要我？来玩、啊，你们玩，我在玩别的游戏。那你去哪个？那你去我们那个玩的。导弹的、啊。哎，等我一下。晚一点我再看要不要玩，晚一点我再看要不要玩。好的，好的。晚一点你们还活着吗？他的意思是不会。啊？谁？没事。我在想，你们都没有看到我刚刚先，我刚刚偷喷的那个饭，喷完赶快删的。Why？ 我带你打视频的时候丢了。你知道，我都一直以为那个西瓜儿是那个什么坏心眼。不是，因为我把坏心眼好友砍了，我想说他应该再也不会开楼了，谁知道他开了。欸，不等他吗？我这样可以多玩一点快打了。那太子有点不帅啊。可恶，让我快打就不能一直打了。哎呀，进爪了，进爪了，拿去。进爪是怎么小啦？哎，进爪是什么玩高？那就没有别的哦。真的不爱玩进爪。不要玩。好，再一只，干。加罗。这个比较想，我比较想玩雷文的，你怎么看？给你。我比较想玩雷文，你怎么看？靠背啊！
耶，堕人时间，或者是被堕都有可能。堕起来啊！我怎么看到秦夕？秦夕好啊！秦夕是个不错的，尽抓带秦夕。算了，去死吧！哎，白痴啊！我啦，啊，就是你啊！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是你在里面。我啦，我啦，下面怎么？我啦，发射哟！艾文，快点处理那三个！发射哟！这说话可能在另外说。笨呐！八十一，那个赖东东今天去哪里？这天都不在。没钱进化，好可怜哦！怎么那么穷啊？拉拉啊！所以你们昨天到底在讨论什么话题？我不知道啊，他们都脏脏的，我不认识。他们都脏脏的，开玩笑吧？啊，没有开玩笑啊，他们是真的脏啊！真的？真的？怎么个脏法？我也不知道，不好说。我怎么轻声？是把声音调小。那我觉得没有调小，那我为什么你的声音？拉拉走啦！走去哪儿？打捞啦！啊！没有啦，我喜欢快打世界。Such a busy world.大快打好啊，又练反应又练手速。我们虽然弄的手很痛，练反应跟手速应该偶尔输才对啊。没有，我觉得快打比较是。我游戏坏掉了。你的速度是二乘。哇，这个。你们知道出事啊？我刚退之前看到有人滚雪球过来找你。没事。就是你们的速度全部变成乘两倍，好快啊！苹果杰克，原来是磊磊。啊，真的。三焦的怪太烂了。啊？真的不好入。这不改入吗？哎，苹果，你怎么死了？我选择带头想一次。
他死掉了。有阿里呀、啊，在想偷亲人弟弟呀、啊。嗯，耶，一换一，转。我觉得应该打输了。好吧，那我艾希继续这样子，应该是打输。嗯。翻天将出鬼。有 啊我觉得那个可以杀、啊、可是没有人上，因为后面跟不到，哦，怎么打加啊！哎，他家啊，我的过墙没过去啊，炸了！真的熬呀，熬也要，那死了吧。Hello， 你哪位？好打，你们怎么在这？知道你哪位了？敢？你们在打了吗？没有。嗨。八七。你今天那么健谈而已。哎、欸，我回来了。我说你难得今天讲话，你们怎么不讲话？又哑巴，又吵个屁！哎呦，吃光光，吃光光，好吗？好啦，你们先玩，我今天就去 pass 喽，拜拜。等一下 pass 了，我什么东西？我说我今天先休息啦。按得不错，你声音怎么怪怪的？好玩呀！换了一个更吵是吗？嗯，对。换了一个更便宜的。换了一个更便宜的。打一个多。真的假的？这样呢？哎，差不多啦。傻眼猫咪，好随便啦 ，OK， 那先这样，不不。慢走。不不。他怎么赢的？
哎，怎么跑啊？他妈的！通通死光光，回家泡温泉。强吗？哦，怎么没事？再打再打一眼，你就跳进去打掉了。跟他点，跟他点，点雷，点雷，对吧？跳。啊！然后就我刚那个开还不错。我们刚几打几啊？4-5，那个奶妈有帮忙，但没有。他过来剪头，所以我应该是3-5吧。不错，我们3-5都可以赢。OK 呀、啊，再来出场，不穿透我会，我怕我拿给你。骗好多刀、啊，就是大家看到雷文上来都是先脚 DC 啊，是我也先脚 DC， 雷文就是个麻烦 DC 啊。真没关口，要防护，找到人家蓝宝咒。也不对，蓝宝连钻一都没有。哎，干！我被吃掉了。哈哈。啊、我刚才被吃掉了，你白。走好。那花剑没逃到。他们不出上去，我要出上去。刚好转不起来。哦。哎呦，还没点，干嘛？对啊。但刚刚操作失误啊！我觉得你们可以打了啦。如果那个蓝靶开大，或者是你先上都可以。啊，不要打那个，因为真的还是要打那个换。打爆换就赢了，妈换！好，怎么没有找夜夜来？不是夜夜，雷雷来玩。他已经在打剑灵了，点完剑灵了。不过我很意外，过了一年我的装备还是很帅。卖掉啊，都忘了算了。愤怒鸟，像不像？我就觉得很像啊。
嘎，有下，他妈的有拼是不是？战斗，你说当分钟鸟，你说？对不起，快跑快跑！来啊，推我啊！他推了我。啊！翻墙是吧？他就剩一下。我不认识啊，认什么塔？我不知道，我跟他不熟。啊，怎么打？但我是不知道在干什么事啊，反正就是技能转好就放就对了。手电筒。屁还久。我不会玩。哎呀，脚轻啊。来了来了。哎，饭太大了，饭桶。哇，很会跑，大家都。跑第一哦，妈比奶妈还会跑、欸。不想吃那个蛋。他们有吃碳资源，这边都不吐碳资源。OK， 那我就给你打车。看我的死亡之舞，包准你们吓吓掉。收光收光，这个擦一下，补光擦掉了。哦，完了，换我们的火毛被收光。啊，中头啦！我应该买小棒子的，然后就买错。还可以真的感谢干、啊、好好三十三秒，快了，不打。中我啊！哎，脚大了哦！这什么大？
哈哈哈哈哈！很好笑，这个有笑的。啊，为什么浪费一个时间去出一个不想出的装备？是啊，不想，我不想出这个。快杀我！我们快杀你！你刚刚跟行李一样，我要去自杀，然后还会被灭口。这是最有逻辑，干这两个，还怪会死。干，他死掉了。怪会失误这些。没事，这垃圾真的太坏。耶，要输。嘿嘿嘿，有有那嘴了，开嘴。没有，他没有啊，没有。啊！被狙了。队友真低。这低猛啊，跟你一样啊，我的逢甲小跑车像是开小号，看输出，我的输出很低，原来我的人头都是抢过来的，笑死，那个谁啊，来看一下。隐衣，难怪很飞。走喽。现在是 S9 吗？不管。不玩呢？哇，那这样我们捞完了7年。很老的游戏啊，The rivers will run red. 英雄啊，打不赢打到闷。英雄联盟会有打不赢的东西吗？哦，有，我们刚打不赢。我们刚刚被吊起来打，那是队友在送的。别拿，继续玩我的游戏。哎，有人马哎，骑马喽！你要冲了是吧？玩。他怎么劲要带替身？坏掉了。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不知道。打爆发了。OBG 就这样写。对啊，我有看到人马跟带隐形一个人马好了，人马好玩了。好了，哎，反正系统都换上去了。对面有脆皮的，我就先骑他，把他骑死。别说啊，今天打积分看到人马，嗯，他看到我是一个细微的，还要骑我。他那个他开了那个狼再加鬼步，然后骑上来没伤害。是啊，那他白痴，他把那个撞在你的盾上，让你。我才说他干嘛一直骑我？没有啊，他快贴到你的时候，你一定会很紧张开一啊。他那时候开一的时候，马上按 Q 就可以把你盾打破，然后再撞你就好了。我昨天对那个西尾，我这样做，他好几次都被我撞到。我就是那个人马太智障，不然就是快撞到的时候脚大，然后他也会把盾脚掉，然后就撞你。他就这样，反正明明就很多种方法可以撞西维，那绝对是那个人马是白痴。那前期三等下路来 gank 我没 gank 到，然后终极塔回战也撞不到。等一下，西维尔，那不就你刚刚玩的？对啊，刚刚玩的。对面四等就带4个人下来找我，疯了。
在练绝技啊！一能触发雷神吗？谁？这只那个陷阱。知道了，炸到才算吧。大家很烂。嗯嗯嗯。先试试看，我怎么知道？哎，不，看他出。哎，最好没钢。我怎么 AR 每个钢不追完？太夸张了。被出哇，又歪。看来是两个铜牌。谢谢喽，帮我挡挡 W。回家再点就可以，我就可以啊。要去世了，去，快去！还想出去？啊，死掉了！还想出去？让那个让他抢了，带不出去，全世界都。哎呀，轰大！
量。让我好尴尬。给他一些。I cannot be good. I must be perfect.漂亮！不好玩啦、啊！要不那两个一起？啊！还有虚弱，真的很背啊！人家输了。干嘛跟塔群走了？Art must exist beyond reason. 那接桶就不要站过去。冲啊！冲！啊，没撞了，没撞了，对，那我撞结束了。干了，被单掉。
catharsis for my clients and my clients. Nice. I never hurt anyone. It is the. 不是每个人都爱好打架。听说你呀，哈，哦，没事。哈，好扯哦，到底是谁家不见啦？掉你！来喽！哎，他脚大了。有，脚大了。快逃啊！你被死去啊！你被抢去啊！谢谢。
请快出来！哎，我那还没回来，快打！去啊！啊，复活了！Everyone wears a mask. I just好啊，再给我三十秒，姐，他被我放成敌人了。应该接应，老错了，好死了，卡扎，感谢，回家没闪，我就可以打，你没，好死了，再吸一头，嗯，他怎么怪怪的，可以暴击哦，买啦，买那啦，回头是岸哦，兄台。别送啊！你不能啊！很好，很好，很聪明，优秀。真的啊，我真的是不懂他那个要怎么杀人啊！哎，那个好玩的游戏特价了，点50块了。什么东西？是那个小白人 ，Human Fall Flat。你要买吗？你要不买？买啊！那我在等他特价，我才要买。哦，他脚晕了。敢让我杀车啊！妈的，再弄我啊！找死！他怎么没死？他有人不死，会有报应。我救他，我还怕危险。嘛事啊，炮娘在这里本来就不好发挥啊，我在这边玩炮娘我也是玩的跟低能儿一样，只是没有克离低能。欸，刚那个最后接啊，跑过来给我射射大啊，有啊，他其实想把你卖杀掉。对啊，他慢了一点。这谁啊？这谁？哦，这就又是另一个打手了，那种怪咖怪咖的那种家伙。嗯，好，走吧。What is broken can be reformed. 哎呦，对吧？这谁呀？The heart is the strongest muscle. Welcome to the League of Draven. Heard 刚刚有人带虚弱弄我，直接起他。嗯。Mic off. Some 东西没在这。
My gone. 他怎么跑这边的？我们接不起。开始了吗？还没。开始。好。你怎么在抢攻击？好用啊！他那个不在上班啊？那个有没有这片队？看你要不要邀啊，还是我过去这边？看你啊，你要邀就邀啊，我没差。你给他网址也可以啊，反正我这边已经很多不认识的，我也没差。哎、欸，金色的造型。压了压了。好。不要吃，雷魔啦啦啦啦啦啦啦！真超贵吗？哎呀，这才补了两个心理素。他都死光光。哇，一个人在那边吸精液，吸到十六的，开脱。
还有没魔呢？好可怜，直接废一半。人家会跳变形。啊，因为我绕跑第一啊，看苗头不对就赶快先跑。很气的进来。哎哎哎哎，忍住忍住。我吓他而已，没事没事。你不是那个狼人副本的那个狼人啊？有人断线。哎呦，好久啊打，当，忍住啊，也可以了啦，而且拍三下要格挡，你应该知道在讲什么吧？不耶，你是完全不知道在讲。啊？完蛋了，完全没默契。但拍三下要格挡的是基本常识啊，你怎么不知道？哇，你这样，你在这空。我真不知道在哪里打。嗯。啊，然后有。那个道具有点气，他每次抽上来都放上去了，跟你刚刚人马一样。你刚刚那个人马是连维加一跟大都有，别怕，顶上去。好啊，你要投不对先闪再说。那种狼人死掉有奇怪的影响，只有我。我也有听到。我原本以为是我快打的声音，原来不是这样。再见了，东东，不认识。听起来像 PUBG 的声音。是吧？干啥啦？想想知道，我临死欸，开玩笑，这塔我想守吗？想，那个时候脑回才要去守啊，看一下。
看看，我帮你们放个补血，我的助攻就5只了，在外面轻轻松松的，好爽。我有助攻啊，好爽！啊，这是一个爽角。我觉得前期真好废。对啊，前期很废啊。前期完全不知道爽角、啊。啊，错了，他错了。我没虚弱啊，我们动。他死掉了。可恶。我们要成功的活下来。真的很大声，克隆克隆，嘣！骑马是吗？你们有听到吧？刚刚的？有。超大声的。我要助攻啊！不一样，我助攻真的是人，打的是简直。可恶，4只助攻就这样 Nokia 啊，比 Nokia 还夸张。不关了啦，爽哦，第3扇子了。他都敢冲上来了，别怕，我大。好，你要死了，再见。哇，你又在自带音效。这自带音效真好笑。他可以打，我变动物我就不算，真的啦，他没有变动物，他老是有拍死，啊，那你是要爆了没啊？那个室温级越久，伤害会越高吗？会啊，不是，他爆炸是电脑控制的不是吗？不能手动爆，我记得不是不能手动爆，可以吧？什么？我印象中是电脑控制的，他击到是一定时间才爆炸。那我要去问笨爸了，笨爸有一阵子超爱玩斯温，他还玩斯温下路配那个忘记谁，这就是有一阵子斯温很流行下路。干，没助攻。至少他没有犹豫。冲动也会败北。不是犹豫吗？哎呀，快给我钱钱呐！我要涂表装啦，把他们3层低能给。这个很大声，这个背音真的好笑，这个超级这种破塔随便闪一闪就死。bug 吧，那之前那个 bug 挺好啊，
但解释就是可以知道你死掉了，不好吗？二零十六人，爸，啊，不再玩一下吗？我觉得我已经出来，我已经起飞了，你们就玩自杀一下。哦，好吧。应该是不会输啦，不会输就是失误的问题。我们送他实弹攻击。好大声哦！马鞍掉下来是吗？那是跳伞降落声音啊。是吗？至少是有人的脚可以踩这么大声。脚都断了。等我啊，黑道风云。八九是很容易就会冲动的一种生物啊。大家不是说智障啊。快点啊，再盯一下，我他妈要觉醒啊。好。超进化。想什么宝贝你。在玩手游，好的。还有是一个养成游戏，好，喜欢养成的人可以优先来玩。太阳，太阳，还没养起来其实。哇，太无聊了吧？哎、欸，氪金氪多一点。哎、欸，我们要不要农？要不要你叫农兵啊？不要去压他们，那种我就可以打成16的，然后就可以啪啪啪啪啪。哈哈。而且16的还要增伤，多屌！那个思维很强。哎呀，别冲啊，慢慢玩啊，你们怎么玩都是会输的、啊，你看。但很尴尬，我放失温大啊，他是个新人，啊，交给你们啦，你们自己玩，我不打了，我想继续玩游戏。哎、欸，不要拆兵，你不要拆兵，你不要拆。啊，不然我们去杀他们，然后不要拆兵营好了。怎么样？这个提议不错吧？有、欸、觉醒了。哎呀！八加九，该你上场喽！请他们吃禁忌啊、哦！你的是不是很想赢啊？硬叫我们猜，我就不要猜啊！你管我？还在挂机？疯！没差、啊，不学他，我已经16等，我应该可以当两个用。然后这边比较 CC 我就好。Shut down。鸟哥，你干得不错。师傅再见，我来救他了，我来当救世主了。快点走！怎样？尬来尬，扔掉！对不起，扔掉，扔掉，十六等不是扔掉？白痴啊，小动物！要输啦！啊，说啥呢？不会输啊，那只是在烂而已。可以啦，我有虚弱哎、欸，那个道心算个毛啊！拖过来，我马上给他虚弱一下，他就变成废一半。欸、其实我在想我不要虚弱道心，因为我觉得那个道心其实威胁不大，虚弱他怎么样？全都是出坦的。哇，他就是我反掉线了，你们在等我啊？有话该聊的，该聊的。等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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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游戏会输啊！然后你们，那个你不找我。We're in
谁发的呀？冲啊！哎、欸，我们来试一下凯尔冲温泉，大会不会一下掉吧？我们先要冲啊！进去就好了。好，看来不行。哼，敢这样？啊！怎么大家都招料料？现在是流行打肉，打到一半全部退光光的。我说那个黑道风影速度比我低啊！哇，我一万的输出哎、欸，真的很棒！荒野的小熊。两个，刚傻眼哎，这到底在干嘛？早安啊！发啦！好。哎呀，第一次是动的是吧？看起来是。啊，要爆了！被 TTOS。真的会 TTOS 也砸厉害。欸，可是手机的可以上啊。嗯，好问题，没关系。对，而且他们就上面他们都没有断，代表是随机的。没有，他们其实已经断掉，只是他们还卡在上面，重开你就看不到他们。哦，出现连线问题也开始。哇。网页版进不去，桌面也进不去。聊完一则，来玩个塔罗牌。天气热。剑西会场地场上路是那个什么，那是叫什么、啊？突然忘记。克雷德。不是。尼克。你搞奖。他带那个冰川征服。哼。有想法，我喜欢。真的有想法，给他重骑在送头。没想法。嗯，听说 Discord 坏了，因为我看到群主也是，就说你们 Discord 是好的吗？对，都没人了，都断了。太棒了，大家一起断起来，不能照我他们苟活啊，对不对？他妈跑了！对面滚！五 AP 求救。
是吧。啊。自然二周目还没完呢，我要去解修罗剧情了。把韦逆星老爷就干掉。那个什么 AP， 你怎么带这个？什么？没啥、啊，反正他之后还在和吴京呢。是没错。因为暴风比较拖台前，所以你回家都不一定会出到暴风。这是我之前每次打哎呀都会卡住的关，就想说直接先去打暴风。就怕你，小沙利亚被盖，是吧？又被打死了，巨锤！他将马的放流是变大，他将他变粉丝。哦，我的车轮饼快刮死了。哇，你有那个造型，那造型超好看的。超造型。那个造型的塔隆瞬间升级成帅哥哎。好普包。百慕，再来啊！壮大，他壮大了。小沙，撞一个有意义吗？还有他。
这我觉得可以打，因为那个他已经掉掉了。凯南，好可爱。友情赞助。太虚弱啊！太虚弱的人都蛮有智商的。我就觉得脚痒痒，当然是我的脚毛在痒呢，还是有问题在里面？我就没有，就是身体臭。啊，你说什么？你靴子里面有蛇。是，我说东东，我听不到他讲什么。没有啊，你先回答我，你干嘛撕我裤包？啊？哦，没有，那个按到了。他说你的靴子里面有蛇。等下走的时候小心一点。嗯，你说我等下回不来吗？不知道，你吃的那。哎、欸，都残了，赶快打，赶快打，赶快打！我也残，白痴哦！为什么都没有人上去打？都残嘞！哎，一个 ADC 往前冲，你们有没有看过啊？漂亮！我是真的没看过 ADC 往前冲的。我觉得希望可以开裂，这个都是很简单的。没有，我想要玩好，跟三龟选的玩好不一样，那个有一个点有点差距。我觉得还可以。有，他快被我刮死了。看你的车轮比强，还是我的车轮比强？哎，被毒死了，被毒死了。可怜，还是这样死。
龙，感觉到龙女，我刚才乱猜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走进去看会不会有龙女，先放一块红药水，再走。我达瑞文出神入化 ，PK 啊！谁呀、啊？对啊，看着。你有蛋蛋吗？没有，那你就自杀了。高代码权。看我有蛋。哎，看我这。没有蛋。我以为我的车轮名会帮我伤害对面，结果伤害自己了。刮大球 ，double kill， 哦 ，triple kill， 厉害！我看你这辈子就练塔罗了，你对塔罗好像蛮有天分的。再见了，你们被恐龙屠杀了，因为恐龙不是 AP 啊。我们要打他，鸟类打龙类，看谁会赢。感觉是鸟会赢，我狗的你，嗯，差不多了。鸟也是要赢我，哎，不认识，不认识。走，拜拜。哎，冲冲。你们不觉得一直打会战很好玩吗？我现在超渴望打会战的，打积分都不能乱开会战。看我这样想要拖垫那个脑位。三相依着，兄弟没事。我去，加喽。阿干，打架，打架，把你来打。我开大，你们也要上啊！我要把你杀掉一个，我得等你爬起来。他好像打他。我再见，好久不见。没扭掉，没啥收益吗？啊，再刮一下，对啊，再刮一下。好家是吗？也许吧。大概。
还是他只是真的想跟我讲，只是故意说错名而已。也是会有这种目标的人。他是双离克。哦。对吧？可能都把他的撞丢到我身上了，当然不需要你了。最痛的刀直接撞在我身上了，神经病也是痛的。生气，太气了吧？太气。蛋蛋，好大！还没出无尽，伤害有点低，再一把无尽应该就有伤害。哎、欸，我刚其实想说你受掉，我就跑去打 CS， 我就没帮你打。他受掉了，可是他还死啊！你死掉是因为你家一换一吗？还是你被 CS 射死？我不要打掉了，我被龙杀，他要小心打掉。好，那应该是他先帮你的。我以为你可以自己杀掉，我就去打劫，太令我失望了。干嘛啦？哇！有。他在撞我，这个游戏真的要结束了。谢谢。有，有天气哦，所以比较后面个。其实我不知道希尔要出什么的，因为每次打 NG 希尔到这个装备的时候就已经游戏结束了，是吧？我剩下是看阵容吧，带守护甲或是嗜血者。守护甲一定会啊，可是这边没有守护甲。嗜血者不想要，因为我觉得他秒不是魔法。那个神经病每次都把撞死，不知道。不然就是抗锤或者小帽子，反正通常最后极限装就这几个。被毒灯弄死。太一致的技术。哦，干嘛啦？他们这么早断大，龙鱼都没炸。他在里面，他跪在里面。是好了。好。干嘛啦？
他不是零距离撞我，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能挡得掉？我刚被他撞的是零距离了。去，被烧死！看，真剩他了。对，他没闪。他没闪，看下去。耶、yeah, ，漂亮！那就我发现变快打真的是反应真的是会变很快。是。哎。嘿，再见。有没有球拍吧？哎、欸，爱，我爱球拍。哎，我今天要被打。哈哈哈！好兄弟，现在状态就是这样。哈哈哈！那卡来呗。你空打。被拍到跟智障一样。他有全魔攻诶，他短防一点。差不多吧，都什么装了，是吧？免费人头哎、欸，真好！啊，他一直给加装，人真好。他怎么不知道？他是在把我当白痴啊！我莫非跳出来，人家他会撞你。莫他特，阿泽。看他怎么稳住，智障，可恶！被他骗掉很轻，不要打。还是五吗？嗯，他在死，他是被撞了，他吃雪球，然后被扣大，然后跟那个凯南大的死掉。还没死，还有被雷针弹死，太刺激了，尴尬。下档，这是游戏要结束了。
压制住。这人没有出看之意啊，一个两个还好，那我来出机械。看起来是这样子。在烤鸭，哈哈，上场了。是他输了？好像是啊。换他整套啊，他没大。不好意思。还好你没灌他整套，一套就。我看到了。可以啦，我们有冰鸟，应该是不会狙击的。搞我们59-67，我们打了几颗人头啦、啊？我们天天开会战，不爽。我们打了127颗人头了。哎，26分钟可以打127颗人头，很多哎、欸。这个好像在 NG 场应该是看不到的。先复活太久了。我们现在其实复活时间也很久啊，我就是因为我们无命狂打架。不要阻止我吸血，那个黑书，那个黑书真的是害我不能吸耶。他没那个军队。刚才凯的来势汹汹，我跑远一点。靠靠靠！我就要躲起来了，但我要让墨菲特撞你。好撞了！我们这边两只清兵甲，开玩笑，怎么可能退得进来？被听到了，开门！再来投胎！呀！你要休息吗？你在问谁？你们呀？没有吗？对呀、啊，他的达瑞文真的是出神入化，个十万千万40万的达瑞文。真的是很好笑哎！哎，好了好了 ，DC 好了。
干，节奏没抓到。快去买小鹿。那个是被拉下去，是不是？嗯，没事。娘娘。哎，他修正的。看来没有悟空那个超长的名字。没回来。Come right in。我有氧化，加凉睡觉。
我大。疯。看板。
放开，我应该不打赢。Good day。扛着打。都要熬我了，我还不赚钱，太痛。他输很久，还低金砖的那个。
An enemy has been slain.被恐惧后，太了吧，yeah。
开大招。晚了，要上班了。可惜了。那这边是要散会是吗？不知道。喂，那就散会了。